可以吗？可以把你的cake留嫁给我吗？啊，今天要买哦，这个酒精蛋糕啊，来找Rainy的cake吗？庆祝母亲节了。买对了啦，因为我要cake吗，那是很厉害喝酒，酒仙来了。你了解？你的确保里面的蛋糕是不是真的很够酒精？我也知道，我一闻我醉了啊。很差啦，找路人试一下。哎，小姐，你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我可以。哎，先生，我已经放回去了。开嘛，我们来帮你庆祝母亲节。什么来的？没有酒的，我不喜欢的哦。终于棒了，这是有酒精的蛋糕来了。开嘛，看到吗？哇，这美的蛋糕啊，是不是有酒精哦？当然有啦，这是Kitkat还有罗布君合作的 Sakura Ice Cream 蛋糕，是很美嘞。对了，这个母亲节才有的，开嘛。是啊，开嘛。哇，开嘛就我开嘛了。谁讲的？去外面坐。没毛病。怎样？哦，这个蛋糕真的是有酒精哦，好吃哦，好吃，对呀，跟我刚才喝的一样。是啊，一样啊，好像喝酒浆是吗？实在是太刺激了。然后里面还有咬到那个啫喱，很有层次感，那个啧喱跟中那个酒精味道，吃一点就好啊。哦。够啊，你够啊，收啊，开麦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 可以吗？可以把你的cake留嫁给我吗？你呀，把这汁漱完它先才讲。啊，对，好，好，我也OK。